言行没乱言，复刻轻功 style， 同款妆容这样 get。나정말이쁘다이쁘다이쁘다니까年度最夯轻功剧《延禧攻略》，女主群的妆容精简咬唇妆，妃嫔中咬唇咬得最彻底的就属高贵妃，网友大喊一秒出戏。编剧于正特意在微博撂出女主们的本尊照辟谣。原来这上唇不画下唇画的妆容真的是轻功 style， 就叫降唇妆。我呢给你们示范一下《延禧攻略》中这个唇是怎么画的，用一款遮瑕把自己的唇色全部遮住，选一支你自己喜欢的口红色号，用玫红色系或者是红色系的最好看，就是这样。它跟咬唇妆有点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它一定要是就是哑光的一种质地。延禧细细上挑的柳叶眉也是还原轻功 style， 女子一耳戴三钱，穿花盆鞋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只要掌握以上要点就能完美复刻延禧同款妆容。不过边边看来看去最爱这个 style。 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体统，你疯了，竟敢打我。